价格分别是六块九和三块九毛九，价格的涨幅都在百分之十左右。六月份，农业农村部监测的二十八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每斤二点零二元，环比涨百分之三点三，同比涨百分之五点二。分品种看，蔬菜价格环比十七种上涨，十一种下跌，其中涨幅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有菜花、莲藕、菠菜、芹菜、莴笋。